忘记了抗战时阵，伊认定玉环团大国，伊所有的政治理论嘞，我的判断绝对未错误，一定在咧照方都部署时阵。林叔，哪来的自由是哦？文生，我好理解，唯一的办法，咱国两校归文叔，我来家属甲两家属安尼啊。林叔，你这句话上的意思，你敢讲一个较清楚的？文生，我这句话意思，你即马做一份流官啦，都是万军中的生命线。我讲你家属甲唔家属做出来。你究竟第一阵线交政府，你干脆将军粮山甲运去江西国甲交下，互林定玉全军就变成五四三。好啦，你叫我机会山甲交下，就变这个交子。你对大宋的军事地理真了解啊！我是关中华地民族，我是关中华地军国，我是军兵。这你用中台，你做为足交四国的干线，因还边打过来，还来。